就是有个人上来说了一句话，就是拿自己就是最擅长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因为你排位上来就固定的，你就是哪个位置了，你既然选了你肯定有擅长的。完了这帮人那阵容挺奇葩，我忘了选啥了，但是那局就纯碾压。对对对对对，就纯碾压，哪路就都是碾压。有有就看看老潘森呐，完了，他盖伦啥呀？啊？不好说呀，那看不出来。啊，也有可能是大带小呗，辅助狠呗。呀呀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他家别的不可怕呀，那火男有点可怕呀。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他哪儿辅助啊？他这火男中单，火男带的是削弱。还是双削弱，那把不就双削弱吗？他带俩就恶心了。对啊。上那儿干他妈啥？这年头谁在那儿躲？鱼没看着，别去别去别去，哎，他们是不红这边有人偷啊，吵点嘛，应该是脱红。没脱红。那哎，哎，在这儿出来的。哎，他俩都在这儿出来的。啊，他俩在这儿蹲了，在这小草丛蹲咱俩了。然后打野是自己打的。啊，蓝开，他可能是蓝开。在那儿呢，在那儿。刘超，发生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够你，哼！哟。哎呀，
不要不要不要啊不要啊啊哎呀，主要是我闪现他也闪现了。关键我没想到你会死，但我回头你也得死啊。好吧好吧，主要我最后一下没 A 上他，他反应太快了，我闪现他还闪现，我只要 A 他一下就可以了。主要是我闪现的，我闪现零距离了就。不不不，那个血绝对能磨死。他反应慢一点，他就死了。加血都给完了，他不加血他就死了。这个人反应挺快呀，小伙儿。哎，力不行，确实行，关键我没想到你会死，主要是没想到你会死，我都没瞅你，根本就没想到这茬儿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啊，那锤石没有引燃呢，他挂的削弱啊，我是挂引燃他才那么惨呢。过来，哎呀呀，你妈，哎呀，哎呀，真心也不死他呀。操你妈了个锤锤石，哎呀你逼我是不是啊，我没有伤害是不是啊，不行，不能这么输，这么输有点坑自己，拉倒，还笑天了。下路有点惨。哦，刚才哎呀，给 AD 俩人头上了。先维持会儿吧，等级差一级啊。他六级，他六级了，他六级。你走个位就行啊，不去交闪。
他勾上你，你就必死了。但是你刚才走位就行，那位置太宽敞了，不是死角。哟。走。勾我！他有红 buff 身上，你打不过他。哎，你还是死。哎，打一枪这么疼。我想勾他，操你妈！哎，他妈烧死我了！刚才想法很好，就是他勾你的一瞬间，我勾他，我就会能把他勾到塔下。但是 ADD 的伤害有点太高了。我觉得等级差，你现在不跟他打猥琐，我把等级补过来了，最起码到6的。我就算亏了两波兵。你现在没事，现在那个打野现在来回游走呢，他发育还挺正常。勾谁？我勾他，你死了！不，咱俩离的。不，我勾吹嘘，我怕你死。哎。不弄，不可能，这兵线过来我就溜了，咋过不来呢？你这。滚你。
但是我勾完他，你容易死。嗯，我想要勾他，我指定能勾上他。你敢打赌不？我待会儿说我勾着的时候，你要确定你不怕死就行。我都勾他多少把了，你净勾他了。你可拉倒吧，我那前没到六级，我勾引有毛伤害呀、啊？他、他那站位，他明显就是让你勾。刚才那站位的明显是送勾呢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都不在兵线后边待着，往前压。那我能上得当吗？我上赶他勾他去，我宁可让他压会儿兵。那点距离，我的妈呀，一个位移交过来就够了。他伤害现在太高。你走，你不走你死了。啊！快点死！我那 AD 现在裸破败了，9-1。现在就只能说是猥琐着打。你把装备拖起来，你现在你都扛不住他三下平 A。我勾过来秒不了他，就咱俩全死。你别看那对面 AD 玩的不好，但他现在伤害高啊。时候就是猥琐的时候，不是干扰不干扰的时候，能干扰我的就上了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不能那么打。你本来就现在就弱势，然后你知道，走。确实玩的太溜了。啊！哎呦！不行，不玩试试，玩试试太累。
随时就是机器人的进阶。说明这样的，因为极其的缺经验，等级差太多了已经。我现在是有信心勾，没信心打。勾完了，你就只能造成一个状况，越来越伤。这种情况就得看谁走得快了。不是杰斯刚才不给他怼飞了的话，我还真能给他勾过来。他妈的挂机呢。咋这样的还敢双排呢？要醉水了。他们可能要打小龙了，我小龙半天没打。
他极其需要经验的。这得这么玩呀。Q 少个人。闪现，闪现，嗯，那你死了，你停下来你就死。你出点加法抗的东西。因为我要出那啥，我要出救赎。你出的啥血啊？有个水银鞋，看情况、啊。对面，对面法系输出挺高的，你出个那啥，控制多，挺多都是控制，一控到死，我们出个水银，能走走，兜兜就是个事儿。大开早了，杰斯都没在跟前，开团就废了。看我盲勾过来，哎呀，嗓子够着。你看我前压，他俩上后边掏去就行。那有眼，嗯。
操，大傻子！他们还是一个班吧？嗯，死了死了，影响。他那个，对，二分法呢？这手子不是啥好手。但反正阵容后期会更肉一些，应该能行啊。每张面具背后都是另一张面具。有啥？啊！想快把小龙拿了，一条龙没拿。他拿了啥吧？操你妈的！操你妈！这几个，这咋还这掉线儿吧？上来下来，上来下来的呢。如果鲜血不止一种颜色，这会让哟哟，你妈的，我没瞅着。哎呀！这很坑啊！啊！我想点过去。
你这枪暴露了你的目标啊。你伤害是有的，是吗？有这一堆偶像传给你自己之后就不太安全了。1000块，在那蹲着。呀，这我这都能勾啊，水说说自己，这刚才勾的是真水。现在前排都够肉了，就你跟杰斯，你俩打输出吧。啊！我现在等级撵上点儿。打了一枪是吗？他们打那个了，打那个了。我估计寡妇，你去抢去，你去帮他抢。打完了是吗？我在那坐会养。他们可能会还会上这里，他们会选择 TP。 哦，这你妈的我也不去。哎，这你妈的我也不去，不能去。哎，什么？怎么干到你的啊？啊！哇，那直接大下来干的你，是吗？
能死啊。大龙是吧？两门牙还在，你说啥？这是好多钱，啊，他上的特别快啊！我刚才就是稀里糊涂给你干死的。哎呦我天！现在几点？说什么？走。那个人引诱。还好跑得快。你别被结果了，后边稳定输出。他们要直接拆门牙，一波流。操你妈的，我这干你了。
操你妈的，非得干你！你死了？你死了。这就是不抛弃不放弃的结果是吗？啊！